城了，封城了。牛牛，看我烤的榴莲，呀，真好吃。我不差的呀。烤红薯，烤红薯，我们是什么？烤榴莲，烤榴莲。妈，你真偏心，你不先给我吃，你给牛牛吃。哎呀呀呀！哎，我刚刚听了一个好消息，说牛牛考了96分，不错不错，真不错。那是不是应该奖励牛牛吃呀？嗯，应该吗？应该。哎，我用那个空气炸锅，然后烤的，真的是跟那个烤红薯那样烤的，就有点干巴。嗯，确实，不过这味还挺香。香？还有点水分。有点水分吧，我觉得挺好吃的。就是，你让我尝一口，小姨。让小姨尝一口。哎，程宇不是不喜欢吃榴莲了吗？你不是吃烦了吗？没有啊，我什么时候说的？啊，你没说？没有啊。我记错了，牛牛。嗯。上次我买，我看你们俩都不吃。这个不是好像烤红薯？你没记得吗？咱们去西安和山西的时候，那榴莲好像都让我吃了。没有啊，这个妈妈也吃了呀。这个口感。牛牛真棒，烤96，你给你妈要求，你说你不是烤95以上带你坐飞机吗？这个吃的味道好像烤红薯。是啊，因为我用那个空气炸锅的烤红薯烤的。哦，是姥姥家那个红薯好了，改天给烤红薯。陈宇，我看你写作业。你看陈宇这个房间乱的。不乱。哎呀，这又玩泥。哎呀，这是什么奇葩？这是牛牛拿出来的。后退。这是牛牛拿出来的。不文明那个画啊。这是牛牛。让你的好友变成表情包，让程梦的生活多点欢乐。哎，我给大家看看陈宇这个桌面，你看他摆的，然后我还添加了三个海绵宝宝里面的动物，想不想三个海绵宝宝里面的，想不想看陈宇的这个学习桌介绍？等抽个时间给大家拍吧。刚才说错了，来，对不起。什么？我刚才把他们三个说错了。哎，我也不知道你给我说什么，我也不知道对错。你看，这是写什么？这是我今天的语文作业。哦，看你写的。学习呢是吧？那学习吧，那不打扰你了。你看你这洋气人还戴着眼戴呢，还戴眼镜儿。我现在叫护眼，我要有一个好好的眼睛啊。反正现在是稍微近视了嘛。嗯，真是虽然近视，但是还要保护好眼睛啊，保护好眼睛。写作业吧，我们去吃榴莲啦。拜拜。拜拜。牛牛吃的挺香，你给我留一块啊。嗯、那我们就要开始吃烤榴莲，烤榴莲。下期见，拜拜。